怎么样？我今天那三分牛吧？嘘，别说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怎么了，美人？去去去。怎么了？我这心里啊，就这么一点不是滋味。啊，看见老三有媳妇了，你没有，心特别难受。不是不是，嫉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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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去去去去，我嫉妒老三个鬼啊我。这媳妇早晚都会有的，我呀，我是想到咱游戏里的三嫂来了。你们想啊，这现实生活中，老三有了女朋友，咱作为兄弟的自然是要祝福他。但是你们再想想啊，这游戏里的三嫂怎么办？决赛啊，刚刚被放了鸽子，现在老三他去找了新的女朋友。哎呦！我想想我都心塞。我跟你说，你担心这事儿，哎，有只蚊子。猴子，你说啊，你担心这事儿就对了。就是啊，对吧？是啊，是啊，老三就是个渣男。游戏里面一个三嫂，游戏外面一个三嫂，那你说游戏里面三嫂他得多伤心，他得多伤心。就是啊，哎，不行，我今天啊，我必须得给游戏里的三嫂，我讨一个公道回来。我，那咱们仨你去，加油兄弟，相信你，我也相信你。老三，我找你说点事儿。这现实生活中，你找了女朋友。还是咱们戏花，作为兄弟的我自然要恭喜你。但是你有想过我们游戏里的三嫂吗？我们游戏里的三嫂怎么办？对对对，老三，游戏里的三嫂怎么办呀？给一说法。给他个说法。那就只能两个都要了。老三，你认真的？不能再认真了。老三，你就是一渣男啊你！哎，你们几个干嘛呢？快走啊！好，好，好，你先走，我马上过去。马上到，马上到。不是，你们俩笑什么？我说错了，没错，一点错都没有。老三，百分百，原汁原味，纯渣男，并且无添加。什么情况啊？问微微。微微，哎，咱们系的系花叫贝微微，游戏里的三嫂叫芦苇微微，这俩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他俩就是同一人啊。对，同一个人。愚公，猴子，你们俩，哎哎，就要不抓着你们呢，别跑！好，哎，酒来了，酒来了。快！人扔我们吧，赶紧！我一直知道老三是效率派，但是真没想到啊，这么效率，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，把咱们戏花搞定。哎，肖丹，你是怎么追上我们戏花的呀？教教我们呗！这都快毕业了，我们系一群单身寂寞男青年，你看着就不心疼？这个看天分的。我总算知道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之前呀，我不跟老三出去吗？我们就碰到了咱们系的戏花，我就跟他说，我们两个是不是挺有缘的？你知道大哥怎么说的吗？说啥？他说，就算你们有缘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呦呦，好大的醋味儿啊！来，走一个，来来来，走一个，走一个。哎，不过我可得说啊，肖奈这事儿干的可是真漂亮，你看咱们计算机系是吧？好不容易出个校花第二，还总算没被别的戏给拐跑了。这要是又出口到别的戏，那咱们几个这脸往哪儿搁呀，是吧？喂喂喂，什么校花第二啊？你会不会说话呀？啊？三嫂那是文武双全，绝对 number one 呀，在排行榜都是瞎胡闹。number one number one， 我自罚一杯，自罚一杯。哎，我记着去年这第一好像有点争议吧？啊，一个是孟怡然。一个老三媳妇儿，怎么老三媳妇最后就输了呢？对，这个我知道，
我女朋友啊跟三嫂是室友，据她所说呢，三嫂那张照片是别人偷拍的，特别模糊，严重的影响五官的立体感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说是三嫂没有那个孟逸然清纯，这才输的。什么排行榜？不是吧，老三，你连本系的美女排行榜你都不知道？哎，不过有一个你还知道，不安全指数排行榜三嫂 number one。 哎呦，电脑借我用一下。什么情况？现在你电脑？来来来，咱们喝一个。来，走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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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看肖奈在干嘛呢？不会又在给哪个小姑娘投票吧？我看看。老三，你都干了什么？这些数据严重失实的榜单留着干什么？你牛，来吧，为了老三和三嫂，喝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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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为了我们能早日脱单，一起来。因为老三和贝微微的事，学校论坛已经炸了，炸了，真炸了，好像。哇，哎，老三，老三，哎，真炸，真炸了，真炸了。哇塞，男生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啊？不相信，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？先生，这是我们品牌的最热销的产品，您这是要送女朋友吗？是，你可以拿出来让我看一下吗？好的，请稍等。给您。收到这么贵重的礼品，你女朋友一定会非常惊喜的。阿丽，这么晚还出去啊？你去哪儿了呀？我打一电话你也不接。手机没电了。买礼物去了，送给谁的？我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还不是你给我出的主意。哎，不过这投其所好果然好用啊，这游戏里的时间果然不一样。曹光，你没看学校论坛？哦，对，你手机没电了。学校论坛？怎么了？你自己看吧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贝微微和肖奈在一起了呗。众目睽睽的，学校论坛都传疯了。这不可能！有图有真相，这图总不能是 P 的吧？曹光，你去哪儿呀？篮球场。你傻呀？这都几点了？篮球赛早结束了。